中国民间故事，地藏藏法无边，威震玄冥界，菩萨佛心显赫，度化出洞天。中国四大菩萨之一的大愿地藏王菩萨曾向佛主誓言，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。如此无我伟大的胸襟，感动人心。种种关于地藏王菩萨的神奇传说于是因应而生。请观赏中国民间故事为您制作的精彩好戏《地藏王菩萨传奇》。即接受佛法消除业障，就可不再入六道轮回，直上道立天极乐世界去。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阿弥陀佛。快快快走，快快下去下去下去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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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何以为数地藏，岂不乱了轮回定数？禀大师，人间道中腐败无德，皆是生时所犯下的罪恶，如奸淫、偷盗、杀生或者不孝，吾等十殿阎罗亦为各大小地狱中鬼满门外，大伤脑筋。纵使人间道律法不彰，难道人们就不怕下地狱受苦果吗？人间道已在我佛末法时期得闻佛法，知晓因果业报者如沧海之一粟，既不知又何惧之。阿弥陀佛，世尊如来佛祖此亿万分身，以便广传我佛妙法，普度六道众生，而本座竟只是在地狱中度化罪恶，却忘了人间道仿佛罪业的源头。罪过，罪过。修罗，参见世尊。阿修罗，你的法力比百年前相见时又增进了不少，但不见佛性有所长进。你可曾到地藏大士座前听经说法？哼，今日前来便是为了此事。世尊竟然请了地藏大士代理佛统治六道众生，我这阿修罗之王岂为福气？再说嘛，要是比法力，这地藏大士也未必是我的对手。地藏大士代理佛法，只在度化六道众生，而非统治，无需多谢。你身为阿修罗道之王，理当率领座下众鬼神领受佛法，早日脱离轮回之苦，难道需要本尊亲临说法？不敢有劳师尊法驾，小王一定率领座下鬼神向地藏大士请意，小王告退。谛听，你善听天地万物，可曾闻得阿修罗道中有亲佛之音？阿修罗因久远之前结下的果报，有天之福却无天之德，
心中充满嗔慢疑三毒。地藏大士劫难将至，以便入六道轮回之中助他一臂之力。小僧即刻就去。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大师无需客气，区区两个素包子，不成敬意。施主施的虽然只是两个素包子，但你那仁善之心已然种下无量功德。小老儿受尽人情冷暖，饥寒交迫之苦，只不过希望少一个人挨饿受冻吧。阿弥陀佛，大师看来是出自此地。正是。可否请施主指点何处有佛堂寺庙可供贫僧挂单？有，请随小老儿来。多谢施主。李施主，该起身了。李施主啊，再不起身进城，就站不到好摊位卖字画了。李施主，哎呀，施主，如此灼热，不妙。常年纵酒，坏了身子。又勾起满怀惆怅，以致内火燥生，心脉全断。这个，这搞什么名堂？这些米堆在这儿不扛进去，这万一下起雨来，不全泡汤了？没关系，下来再来啊！哎呦，爹呀，你们怎么这回才来呀？哎呦，这买米的客人都把我给烦死了。小宝。花钱的客人都是大爷，要紧的是把他们的银子赚进咱们的腰包，这才是本事。爹这家粮行还不迟早都是你的？都是你，舍不得花钱请工人看铺，还要干这种粗活。别急别急，爹这两天就找人回来帮忙。哦，对了，这送米的工人啊，说爹七减八除的老扣人工钱，他们不干了。这他们说呢，这些钱呢，留着您自个买药吧。小宝，来帮爹把这米扛进去。哎呦，爹呀，我现在约了朋友喝茶嘛，您自个搬就好了嘛，您不用等我了，我不回来吃饭了。小宝，小宝，哎，这孩子，不是上辈子欠他的。阿弥陀佛。施主，贫僧，别来别来，我穷得很，没钱给你。贫僧急需买药救人，愿为施主搬米换取工钱。出门在外，难免有急用。我这个人没有别的好处，就是有一副菩萨心肠。我看这样吧，你把我这些米给我扛进里边去堆好，我就给你十个钱。阿弥陀佛，多谢施主，贫僧这就搬。施主，若无其他吩咐，贫僧还赶着救人呢。师父明天有空，想挣钱就早点来。多谢施主，贫僧明日开始便到。阿弥陀佛。这下好，二十个钱的活儿，
老和尚十个钱就干了，哎，又整了。劳烦大师，施主无心多虑，安心养病便是。大师三餐都已不济，何来买药钱呢？阿弥陀佛，施主乃有福报之人，自有善心菩萨也能相助。来，喝吧。大师，你可曾游历过江陵山水？贫僧尚未有此机缘。啊，那江陵山水美不胜收，不去着实可惜呀。啊，等身子好了，小老儿陪你走一趟。阿弥陀佛。贫僧先行谢过施主了。朝辞白帝，彩云间。千里江陵一日还，两岸猿声啼不住。轻舟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真了不起，这老和尚，你一当时真是有两下子哦。嗯。哎，敏公啊，这个老和尚这么卖力，你到底给他多少钱呢？阿弥陀佛，敏施主不识十个钱。哎，敏公啊，你未免太挑了吧？这少说都二三十个钱的活，你只给十个钱呐？阿弥陀佛，敏施主有心布施，已然是功德无量，多少并不重要。听见了吗？我这可是做功德呀。哎，我看这老和尚啊，身子骨虽然硬，可是你的脑筋坏掉了。哼，我看你八神疯了你。嗯。啊，施主。全部搬好了，哎，你还真有两下子啊！啊，阿弥陀，并非贫僧一人之力，而是施主前世积下的福报善果。我其实小气之人，该给的我一定会给。阿弥陀，可别小看这十个铜钱，一文钱能够彼此英雄哈。我这点家当，也是一文钱一文钱慢慢的积攒下来的，所以现在才有这条街上一半店铺一半房子。一个人要知道惜福才会有福。施主所言身蕴禅机，足见与佛有缘。不敢不敢，我哪有这个福分。施主若有心参佛，贫僧愿随时候传。阿弥陀佛。这老和尚，人虽然穷，可是对银钱从不计较，一心只想着佛法，这点倒真令人佩服。你们退下。本王这次倒是要看看，这地藏到底有什么法旨，可以在人间道传佛法，修得圆满功德。大王，地藏在人间是个得道高僧，力战神不过是个毫无法力的江湖道士，这恐怕不是对手。不如
以法力相助吧。那怎么行？我是罗道中的众鬼神，是不能擅入人间道施法。本王之所以如此大费周章的为力战神转世为人，就是怕给佛祖有找麻烦的借口。可是这么一来，力战神没有法力，恐怕连地藏的化身是谁都不知道了。你放心，本王早为力战神做了安排。看来这和尚是有点道行，有他在，我岂不是没日子可混了？山里头经常出现妖怪，这条路走起来真让人提心吊胆。对呀，是啊，是啊。天快黑了，我们赶快赶路吧。对，赶快赶路。相亲呐、啊，最近这个山里闹妖怪啊，大伙都亲眼看见了。趁他们还没有闹到城里来啊，我们要想个办法才是啊。哎，是是是是是。哎，这大伙出钱请个道士收妖不就行了吗？对对对对。这一带山上一向平静的很，怎么会闹妖怪呢？我看呢，一定是花了眼了。再看看吧。哎，敏公啊，你别一提到钱呐、啊，你就有意见了 啊。这九华山附近呐、啊，大部分都是您府上的产业。哎，这会儿啊，说什么你老爷得算上一份。哎，跟我说是不是啊，大伙儿啊？哎呀，这点小钱算什么？都算我的。哎呦，多谢。别听他瞎说，出钱可以，大伙分担，要不然呢，免谈。怎么给你啊？我这谁怕谁呀？这咋喝？你个混小子啊，整天喝成这样，闹妖怪了，知道不知道？啊，我不是妖怪，你才是妖怪。把少爷扶进房去。是，少爷，我们进去。我没有罪啊，我不是妖怪，我不是妖怪吗？好了，这下子把山神惹火了，你给我说出道理来，说不出道理来，你就上山上找山神赔罪去。嘿，这干我什么事？也不知道谁得罪了此地的山神，把山神弄僵了，不出来帮我们收妖。我看大伙趁妖怪未下山，赶快逃命吧。那这怎么办？你说怎么办？怎么样才能让山神不再生气了？很简单，把那找出得罪山神的人就好了。啊，这不是要找人送死吗？对，为了救城里的百姓性命，只有这个方法了。哎，你们有没有发现最近谁在山中时常进出啊？看我干什么？我最近很少上山打猎了，这不干我的事儿。啊，有，对，我想起来了，是谁？那个帮敏公搬米的那个老和尚，他不是住在山上吗？我想啊，八神就是他惹恼山神的。对哦，
他这一出现妖怪就出现了，我看八成是他。对，对对对，一定是他，没错，就是他。不会的，我看这老和尚蛮有道行的，别搞错了人，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。应该没有错，我看呢，咱们先把他抓起来再说。走走走走走走走，快快快，把那老和尚抓回来，快走。施主感觉如何？哎呀，方才啊是疼痛难当，这回是舒畅多了。但不知大师用的是何种神通妙法？贫僧何来神通妙法呢？不过是略通医理，为施主啊舒筋活血，除去体内凝聚未散之浊气。哦，施主找酒吗？这是什么事儿都瞒不过大师。李白，无酒则不能成诗，无诗则了无生趣。阿弥陀佛，施主参不透痴念，实难证得无上菩提。贫僧不便阻拦，但求施主莫在纵酒伤身便是。大师教训的是，少喝，少喝。大师，这是犯病老和尚。啊！阿弥陀佛，敢问诸位大德有何见教？可愿共参佛法？嗯，我看这俩是有点问题，把他抓起来！抓起来！抓起来！住口！我二人身犯何罪？你们既非官府的捕快，凭什么抓人呢？你们二人得罪山中神明，闹得我们人心惶惶，寝食难安。为了大伙生命着想，把你们两个抓起来，向山中神明赔罪。对，抓起来，抓起来！一派胡言，简直是一派胡言。大师乃是新罗国王子，出家的高僧。我乃是常与玄宗皇帝共坐八九赋诗的李白，休得无礼，我赔！看你们的样子，八成是齐名道士混吃混喝的骗子。别跟我啰嗦，把他抓起来。哎呦，哎若非大师盖世神功，这下子可在劫难逃了。大师乃得道高僧，为救李白竟然为人搬米，李白实在是……李施主无需多礼，此乃因果定数，倒是方才贫僧居然能够刀棍不伤，倒是着实费解啊。哦，大师并未以神功护体。哎呀，贫僧只是略通拳脚，何来此等护体神功呢？大师神功盖世，虚怀若谷，李白领驾。哎呀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哎呀，什么味道？不好了啊！出不去了！我把你们三头六臂也休想逃出此地，招惹你们才去祭拜妖怪。你快走，不必管我了。贫僧一死，若能令寺外众施主心安，亦无不可。社会，阿弥陀佛。得罪大师，殉道往生，何其快哉！阿弥陀佛。好，这，哎呀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李施主。哎，起来起来！大师啊，此地就是西天吗？施主，我等尚在人间呢。哦，大师，你又救了我一命啊！这个，
连番历劫奇遇，看来多做辩解也是枉然。太好了，真是太好了！你看，当年吴道子所证是丹青字画，丝毫无损，真是太好了。阿弥陀佛，施主，贫僧要与施主话别。大师要离开了，哎，可否容李白追随同行呢？贫僧尚有船把要过，施主同行诸多不便，上请见谅。施主，也请速速离开这是非之地吧。阿弥陀佛。大师，哎，那不是进城的方向吗？既然那妖僧没被火烧死，他一定会回来报仇了。为了斩草除根，大家伙回去召集乡亲，分头去追，否则……阿弥陀佛！妖僧！诸位施主无需惊慌，贫僧愿做佛迹，只求为诸位施主传讲佛法一炷香的时间。有这么便宜的事吗？阿弥陀佛，出家人不打诳语。大伙儿都听到了啊，咱们就听他说佛法如何？阿弥陀佛，多谢诸位施主成全。防人之心不可无，为了以防万一，老和尚你委屈一下，哎，把他绑起来啊！哎哎，他有妖法啊！诸位施主请放心，贫僧绝不反抗。哎，快，绑起来，快！怎么回事啊？已经抓到妖僧了，就要开坛献阵，有好戏看了啊！妖僧，难道说老和尚没死？妖僧，一炷香已烧完，说法时间已过，你可别再想花招了啊！施主真是有心人，贫僧失算了，惭愧惭愧。劳烦施主持香酒后，罪过罪过。阿弥陀佛，佛曰：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愿众生皆得我佛如来妙法，欢喜。阿弥陀佛，说那么多废话。慢着！不能杀呀！不能杀，若不杀死妖僧赔罪，求山中神明平息作乱的妖怪。不需多时，老百姓必定遭殃。您老人家担当得起吗？你对得起乡亲吗？您施主仁善之心已然积下，贫僧这一身臭皮囊不足为惜。阿弥陀佛。请诸天神龙护法，济南天文平。妖僧仙水祭拜，冒犯之罪，恭请山中神明归位，镇守平息妖力。抬手！哎，住手！哎呀！大胆的妖女，竟敢佯装妖怪，危害乡里，胡作非为，陷害他人的性命。你看，都是你做的好事，押下去。是。走。大师，你施主，大师，本官已查明。刚刚那个道士乃是一名诈骗敛财的江湖术士，你们听信他的谗言，竟敢贺母陷害这位大师，你们眼睛里还有没有大唐的王法？来人呐！在。大人，诸位施主乃受人蒙骗利用，贫僧赶请大人网开一面。大师因此险些送了性命，为什么还要为这些渔民来求情呢？求大人成全。张大人，大师乃是慈悲为怀的在世活佛，岂是我等凡夫俗子所能望其项背？可有何难？岂敢岂敢，本官念你们也是受骗之人，便由大师来替你们说情，且不念你们的罪，但是你们要好好的自我反省啊！谢大师，谢大师，谢大师。
启奏大王，内战神有难。岂有此理！你懂我？阿修罗，你想把地下的鬼神全部吵醒不成？少啰嗦！当年我帮了你不少的忙，这一次你却扯我的后腿。逆战神失败怎么能怪我呢？轮回转世也全凭你的旨意安排了，这入了阳间以后，这因果定数我是无能为力呀。算你有理，快把逆战神给我召回来。来不及了，你自己看吧。起来吧，离你要去抽志愿兵还远着嘞，快走，快走。李战神在人间道上犯下的罪孽深重，已经下入了阿鼻无间地狱去了，若无佛法却永不得超生啊。这地藏巴不得消灭我阿修罗道，岂会为力战神超度我？哼，算了，救他去吧，反正这力战神的用处也不大。阎王，你再帮我一次。谁叫我欠你的情啊，你怎么说怎么做知会我一声便是了。风卷云，小神在。你口口声声说效忠本王，这一次可是你为本王效命立功的大好机会。大王是要小神入人间道。怎么，你怕了？你怕还是地战神一样的下场？不愿意？小神不敢。哼，谅你没这个胆。不过你别忧心，本王会趁早把你接回阿修罗道的。你们两个也一起去。真是变了，穿的那么少也敢出来那边抛头露面，可不是吗？你人叫欢喜不？你什么名堂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哎，不过你看他穿的多凉快的。佛家所说的三毒，乃是指贪、嗔、痴三念。凡贪取，如骗、抢、偷；凡憎恨，如恶口、打、杀者；凡痴迷，如贪恋酒、色、荣华虚名者，皆不能证得无上菩提等西天极乐世界，必入地狱受苦。哎，我这么小气，又常为了小事儿与人争吵，看来一定会下地狱受苦了。诸位大德，今世所有的一切，皆是前世所积下的果报，因此今世布施多少，来世便将得到多少，一丝一毫没有增减，没有侥幸。大师，常听人说起佛门三宝，请问大师何为三宝？阿弥陀，佛门三宝乃是指佛、法、僧，凡供养三宝者必有福报。谢谢大师指点。阿弥陀，阿弥陀佛。诸位大德慢走。多
谢大师，大师。二位施主，贫僧有礼了。大师，何必如此多礼？哦，贫僧占用张大人书房，传法多时，于心难安呐、啊。哪里哪里、啊，若不是大师驾临取救，我家恩师势必不会在此地少做停留，那下官也就失去了情义良机了。哎，亏你还是个堂堂的郡守，整天就知道舞文弄墨的。大师要是肯稍加指点，你呀，终身受用不尽。是是，恩师教训的是，请大师不吝赐教。阿弥陀，大师在此讲经说法，着实委屈的，总得想法子觅地建寺才成。贫僧不敢奢望有住席之地，然此地百姓确实需要一块清净之地，敬拜礼。大师，九华山界内清净优美之池颇多，如果大师兄的合意之处，下官必当尽力出城。哎，听你之言，似乎尚有难处。恩师有所不知，九华山界内的土地，多属闽员外所有，此人性情吝啬，是一毛不拔呀。这有何难呢？你是个太守啊，你要是出面登高一呼，大家捐钱买地，不就成了吗？这，是是是，学生遵命。阿弥陀佛，劳烦二位施主费心了，一切皆有因果定数，无需强求，随缘吧。西村的地租怎么只收了一半？老爷，收成不好，实在交不出来。下次小的一定连本带利收回来。收成不好，不要再逼他了。利钱也给他免了。是，利钱免了。老爷，您刚才可是说利钱免了？对，怎么？不敢相信是不是？我以前太小气，待人也太苛刻。不过以后不会了。你也辛苦了一天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少爷，我在这儿等。是。我弥勒教百无禁忌，一片祥和美善，奉行天地阴阳共存。双持双修的真理，自在自久。是。入我教中，便知悟中的奥秘，妙不可言呐。饮下圣酒之后，便是我教中人。圣女何在？教主千秋，领心境教友至欢喜动，研习无上阴阳妙法。是，请随我们来吧。哎呀，哎呀，又输了。施主心在他处，约贫僧到此，岂是为了下棋而已？真是什么事都瞒不过大师。
这片林子，大师以为如何？的确是一块足以修行礼佛的清幽圣地。施主费心了。那感情好，我立刻就叫张岩呢去筹钱买地建寺。阿弥陀佛，施主何须劳动张大人呢？机缘到来，自然是水到渠成啊。哦，那机缘若是未到呢？随缘便是。也好，大师想必是成竹在胸，我真是多虑了。如此良辰美景，岂能不逢意大摆？两人对酌，山花开。一杯一杯复一杯。大师，你可记得下两句吗？我醉欲眠，君且去，明朝有意，抱琴来。嗯，不对，不对，不对。此乃施主所作之山中与幽人对酌，岂是？哎，岂是贫僧接错了？接是接对，不过对的不是你。是我。李施主，李施主，这样也能睡啊？阿弥陀佛，如此才情是这等赏的，古往今来又有几人呢？弟子拜见佛祖。机缘来到，佛光现世，袈裟之地，助悉传法。弟子谨遵罢旨。佛祖显灵了，阿弥陀佛。弟子长参见大师。阿弥陀佛。哦，诸位大德等着贫僧在此呢。我们是顺着一道佛光找到此地，路上我们就猜想大师定在此，果然不出我们所料。佛光，哎呀，机缘到来，佛光现世。哎呀，阿弥陀佛。女工啊，这九华山不是你姥姥的吗？我看呢，我们大伙呢凑点钱，就给您这买个地建寺。那价钱上您就别太计较了，好吧？对呀，对呀，当然当然。但不知大师看中何处，要多大？这，哎呀，此处甚好，袈裟之地足矣。佛祖显灵圣事啊！佛祖，弟子诚心献上此山，供奉我佛。阿弥陀佛。施主，就坐吧。佛祖至刀立天宫为圣母摩耶夫人说法三个月，十方无量世界诸菩萨、天龙鬼神皆来领受。
很久远之前便以无量威神力普度众生的地藏菩萨共参，这便是地藏菩萨本愿经的起源。我弥勒教修的是欢喜自在，阴阳合并，达到极乐的境界，忘却烦恼，身、口、意三业，乃是指作恶、说恶、想恶。所以，就算是动了恶念，也是有罪的。若是说了，或是做了，那罪就更重了。凡犯三业者，必将落入地狱、恶鬼、畜生这三恶道受苦。哎呦！哎呀，你喝嘛喝嘛，哎哎，你别跑别跑，哎呀，哎呀，来了！尔等在家弟子，今日皈依佛，法僧当守五戒：一，不杀生；一，不杀生；二，不偷盗；二，不偷盗；三，不邪淫。三不邪淫，四不妄语，四不妄语，五不饮酒，五不饮酒。诸位在家弟子，受此五戒，便是优婆塞优婆夷，切莫犯戒，误了佛门圣地。弟子谨遵师父法旨。阿弥陀佛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大师三餐都已不济，何来买药钱呢？阿弥陀，施主乃有福报之人，自有善心菩萨也能相助。来，喝吧。别跟我啰嗦，把抓起来。患难真情，生死相交。我李白一生放浪形骸，岂能坏了大师的清誉？李白生性漂泊，妄属不告而别之罪。今日一别，恐只能梦中相约，神游江陵了。大师佛法无边，参透万象，李白决然一身，仅十字相赠。赖家普慈力能救无边苦，赖家普慈力能救无边苦。阿弥陀佛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金丝暮成雪。爹，我出去了。慢着。哎呦，爹呀，什么大不了的事嘛？我现在约了朋友嘛，我回来再说好不好？过来，过来。不是做爹的唠叨，你也老大不小的了，不要成天在外边放荡，也该收收心了。哎呦，爹呀，那孩子整天待在屋里，都要闷出病了嘛！要你做的事多着呢。爹，前些日子在化生寺皈依佛门，这你还不知道吧？爹呀，您要当和尚啊？哎呀，那怎么行啊？这家里面的买卖，那谁来打理呀？胡诌些什么呀？爹只是皈依佛门做在家弟子，
离出家当和尚的路还远着呢。我操！你要到化成寺礼佛，需要在寺中住上一段时日。你正好趁这个机会，多学学怎么管事当家。我当家？咱们这个店铺早晚都是你的，你不当家谁当家呀？不要担心啊，不懂的事儿呢，这下人会帮你。真有解决不了的严重的事情，上山找爹合计。啊，哎，爹您放心，这个自家的产业嘛，这儿岂有不尽心的道理呢？是吧，爹？不知教主连夜召唤，有何吩咐？上榻来。啊，我。哦，是是是，哎。不必拘礼。哦，是。别忘了，本教是百无禁忌呀。啊，是是是。啊，谢教主。自你入教以来，本教主一直暗中观察你。所有教中，就属你最有慧根。啊，是。不开与本教主共餐欢喜否？哦，是。啊，是教主厚爱呢。喝下圣酒，你便是副教主。哦。可与本教主共享极乐的交欢。哦，是是是是是是。敏小宝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只听本教主的命令。管你什么事啊，少爷！你怎么把老爷的房地产都拿走了？哎呀，你当家还是我当家？滚！大宝，我求求你了！滚开了！这位大嫂伤得不轻，哎，哪位好心来帮帮忙吧？哎，别别，哎，上帝有好生之德，哎，各位，你们就放个慈悲，好心会有好报的。大嫂，先扶您去疗伤吧。老爷，不好了，老爷，老爷，大事不好了，老爷。是不是小宝出事了？老爷，少爷他把我们的房地产全给拿走了啦。统统带回去。是。慢着。草民乃是弥勒教教主云锦，敢问大人，这儿的人是犯了什么法？咱们可是规规矩矩的修道之人呢。本官据报，你们这儿的男子个个抛妻弃室，献尽家财，如果有属实的话，你难逃王法的制裁。冤枉啊，大人，岂可轻信一面之词，陷我于不义呢？请教主原谅，本官有不到之处，请教主多多的包涵。回去了。那老和尚送上门来，把他制服了以后，九华山一带就归我弥勒教统治了。
弟子曾听闻加入弥勒教的有人提及过，此教实乃假借弥勒菩萨之圣名的邪教，其实男女杂处，竟做些淫秽不堪入耳的事情。弟子不敢有辱师父圣听。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请师父，弥勒教不知使了什么妖法，让所有的男人捐出了家产，他们的父亲还有弟子小儿，这会儿还都在弥勒教中呢。是的，是的，请大师主持公道，救救我们呢！诸位女施主，先起来，先起来再说话。来，起来，起来。阿弥陀佛，又是弥勒教造下的恶业。这个，郡守张大人可知此事？弟子等为了向弥勒教要人未果，就报了官。张大人原本一口答应会查明严办，谁知道去了一趟弥勒教回来就改了口，还把弟子等训斥一顿，赶出了衙门。哦，驾临为何不传报一声啊？下官也好匍匐迎接呀。贫僧岂敢劳动大人呢？贫僧敢问大人，对弥勒教之事作何处？这些刁民竟敢无理取闹，惊动大师，真是岂有此理！待下官派人捉拿来问罪。张大人无需动怒。贫僧不过是稍有耳闻，顺道经过此地，特来打探一番，别无他意，罪过了，罪过了。大师，下官怎敢怪罪大师呢？只是下官受了一些刁民的戏弄，心中有气罢了。哦，贫僧愿闻其详。哎，那些刁民哭哭啼啼的跑到北国面前要告弥勒教，说弥勒教迷人心窍，诈骗钱财。待北国带领大队人马去办案的时候，才知道是上了一些刁民的当。哦，弥勒教是一片清净祥和，教徒们个个守分有礼，尤其是那位云机教主，他更是一位无为而治得道的高人呐。看来张大人你受弥勒教所惑，多言无益。贫僧告退了。阿弥陀佛。哎哎哎，大师大师，你为何而去？贫僧他日再来造访。大师，奇怪呀，大师匆匆而来，又匆匆而去，这就是怎么回事？老和尚，我还当你怕死不来了呢。阿弥陀佛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女施主，切莫执迷不悟，造下万劫不复的恶业。死到临头，还净说些废话。念在你还有点声望，还有点利用价值，若加入我弥勒神教，本教主就留你一条狗命。贫僧的性命施主随意取去便是，还望施主心存善念，放了那些迷惑的施主，归还他们的家产。你这是痴人说梦话。既然你敬酒不吃，就休怪我翻脸无情。这可是你最后的机会，点头吧。可恶，
怕死，本教主偏不杀你。不过，他们却都要因你而死。施主，你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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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！哎，怎么搞了？哎，这怎么混掉了？哎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个，哎，大师，这怎么回事？阿弥陀佛，这位施主受邪教所迷惑，丧失神智，险些自残身体，枉送性命。啊！哎呀，多谢大师救命之恩呐！多谢大师救命之恩。大师佛法无边，只身铲除一教，我等富老百姓，感谢大师的仗义相助。阿弥陀佛，除魔卫道乃出家人的本分，而此事并非贫僧一人之力。而是诸位施主大前世积下的福报大，贫僧尚有一事相求。大师请说。云姬施主还有他的两名侍女已然诚心悔悟，皈依我佛，可否暂留寺中礼佛养伤，待伤势痊愈再前往服刑？大师以慈悲为怀，下官理当尊崇，今后翻本郡内应以礼佛为先，每逢初一十五，下官带领百姓上山礼佛，聆听大师的精妙佛法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，阿弥陀佛。阿修罗，你又怎么了？快把风卷云他们给召回来！不成，这可不成。他们又没有下地狱，怎么又不成了？你有所不知，他们三个人已经被地藏王感化，皈依佛门了。啊，我动也动不得他们，我看这事儿就算了吧。不行，本王向来是有仇必报。是你自己去找地藏王的麻烦，我看地藏王不会像你这么会记仇啊！再这么搞下去，可就难收场了。他不记仇，我记。啊！你记仇，你可别乱来啊！你可别把我拖下水了。我看，这次我得亲自出马了，速战速决。阎王，你只要替我打开人间道的入口就行了。你要直入人间道，你可知道这是违反了六道互不侵犯的律例，是大罪呀！有罪我自己扛，你是帮还是不帮啊？哎呦，有道是，人情债难还呐。我当了鬼，坐上了阎王爷，还是难逃劫数。
好吧，除了这个事儿，我只有认了。啊！此时方过正，怎么大白天的会变得如此昏暗？ 将有一计，赐你佛光一道香烛，非到必要，不可擅用，切记。 恶修罗王是否已入人间道？ 一切皆由本座而起，由他做便是。随本座来吧。走。哦，大师啊，大师，怎么天色一下全暗了？大师，大师，哎呦，奇怪，大师叫你们入定啊。 请行，佛祖命本座任代理，旨在度化六道众生出轮回之苦，何来命恶修罗道一说呢？哼，本王岂为你的三言两语所骗？待本座功德圆满，回返西天，必向佛祖禀明，由恶修罗王任代理佛如何？哈哈哈哈哈！好一个奸猾的地藏！ 阿弥陀佛，将此宝珠带回西天，呈交佛祖。保佑！多谢保佑！ 大师，大师，你看，天又亮了。阿弥陀佛。哎，大师，您刚才是去哪里神游了？佛曰不可说，不可说。哎哎哎，大师，您要去哪里啊？大师，阿修罗，打至须弥山旁无边大海下，盼你早日参透，脱离。 嗔、慢、疑三恶障，身为。
阎罗掌管轮回，却徇私舞弊，乱了轮回定数。念在往日执法严明，未曾犯过，祝地藏菩萨度化罪鬼去吧。谢世尊恩典，谢世尊恩典。贫僧修得咒火，涅槃极境，乃是无上福报。尔等当持身修行，广传佛法事业。地藏参见世尊。大事如今功德圆满，成佛机缘已至。禀世尊，地藏见那六道众生永世在轮回中受苦，恳请世尊恩准，由地藏入地狱，度化所有罪。六道轮回永无止境，罪岂有度尽之日？地狱一日不空，地藏誓不成佛。你肯发此大愿，便已是佛，就如你所愿吧。金乔诀被后世传为地藏菩萨化身，九华山于是成了中国最大的地藏王菩萨道场。地藏菩萨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大愿，确实是值得世人推崇的。地藏王菩萨传奇就为您播映到此，非常谢您的收看。